你们两个像是什么级别的？像少将？不是，我们是中校，他是少将，中校。见到你们很高兴，美国要在中国搞 DSC， 也要在越南搞 DSC， 所以我们兄弟之间有矛盾，那咱们就兄弟之间解决矛盾。美国人进来插一杠子，我们万万不可以出现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悲剧。乌克兰跟俄罗斯有矛盾，那就解决矛盾吗？那喝酒喝完沃特加就可以解决矛盾。但是你知道乌克兰怎么做的？乌克兰这边呢耍流氓，在乌东地区杀了那么多人，回过头又把外边的人，美国和欧洲的人拉过来跟俄罗斯过不去，那普京当然就给了一巴掌了。这就是俄乌战争的本质，你们的中文听得懂吧？听懂。